继续走下。哦，南岭子山快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漂亮的巨齿人，大大大大乔鱼，半平溪，漂亮的半平溪。真的好漂亮哈、哦！这就是刚刚那个山头，你看下来。然后走林线，过一个小山头，就来这边了。哦，这边可以看到所有的山，那就是我们爬的嘛。石梯坑山，然后再从石梯坑下来，南岭子山棱下来，也就是黄金八棱，从交汇点黄金七棱下来。哦，后面还有半平山。草山、茶壶山、西龙山，啊、哦，鼻头角吗？好，看不到。南岭子山头，美丽的海，最远的当然就是鼻头角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出发的南雅奇岩。仁爱桥，哦，静静的海，前面是南岭子山东峰，下面是山谷。好，基隆屿看不清楚，睡哦，太阳出来了。这是不是可以做日晷计时器？有还有影子哦。现在影子指向鼻头角，这个角度看，基隆山完全不是大肚美人山了、啊。山顶有个凉亭。茶壶山、半平山、草山，回家。刚刚从南岭子山主峰走过来，这里是南岭子山东峰。哇，这个够水，山差不多，海不一样哦，够峭壁哦，看到无？峭壁，哦，美丽的海岸线。嘿，蝴蝶来作伴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，看到无？有水无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哦，蓝的蓝的，绿的，水是蓝绿色的，看到无？明隧道，哦。看你就好，来等。可以走了。